是爸爸让我感冒了。OK， 今天呢，喜优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？阿恒，对阿恒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？今天特别的事情就是 ，OK， 就是夏侯渊要升五星了，就是夏侯渊要升五星了，没错，我的夏侯渊要升五星了，我的夏侯渊。来，你给你们咱们看我的夏侯渊啊！来，我的夏侯渊713个碎片，要升到五星需要180个碎片，所以买起来不 啊！小的升五星，不解锁新时装，还没解锁新形象啊！耶，不就是要杀敌人的措手不及，耶！怎么来武将图鉴？升起来，夏侯渊！夏侯渊，鼠辈，竟敢伤我！鼠辈，竟敢伤我！还差一个240,000，就200,000战力啊！我跟你说，星期六呢，我还会拍一部影片，那部影片就是我会获得马超的影片，紧急期待啊！马超影片我还差5个碎片罢了。OK， 这就是一个夏侯渊。来看，哇，太帅了吧！不，怎么来副本？咱们来试一下这个卡关啊，准备受死吧！啊，霸王之刃，还是打不过啊！我猜。OK， 连珠飞射，死战不退，去死吧你！找报应是吧？一起起立！帅，我的赵云死了，还我赵云！瞬间攻过去，瞬间截江断流，还我的赵云的命！我要死了，高升。双井合璧，阴鬼神速，恨天彻底打啊！还是输，啊对，怎样还是输掉啊？为啥？不用紧，我们的夏侯渊有升到五星就好了，可以升到五星，我也是很高兴啦，解锁新呀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我记得订阅并且分享给你朋友，还有记得按赞并且打个小礼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千万别走，后面还有彩蛋。三文鱼吃不完可以放什么？鸡蛋糕啊。你要放马上啊，看等一下会不会旁边会不会有人就是打电话叫那个警察叫那个police来抓你去精神病院。